破表，活力四射，今夏声优界最受瞩目的快红新生代，爱麦咪麦跨海登台，替动画《未姬物语》现身而快速窜红的四位美少女，是如何以过人的超魅力席卷漫魔会场，荣获粉丝心房？看声优们大展歌艺和无力全开的表演，你就知道喽。是的，记者现在的所在位置呢，并不是百货公司的周年庆，而是2014漫画博览会世贸的现场。哇，你看这些塞爆场馆的人山人海啊！哇，他们为的呢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普威尔摊位特别准备最厚、最重、最大包的超值福袋。看它跟我们常用的硬币比一比，就知道主办单位回馈粉丝的心意有多高规格了吧？我们特别请到了摊位负责人为我们现身说法，一窥福袋内的神秘面纱。好了，我们现在要来揭晓这个福袋里头到底有什么啦！欢迎大婷，大婷来跟大家讲一下这里头有什么吧。我们福袋里面有很多很超值的东西哦，像是我们的随行杯啊，是，还有我们的卡片套，以及今年最新的一个行李箱吊牌，让你出国都可以跟喜欢的动漫人物在一起哦。今年最新主打的是境界的平方。哦，那里头有什么？比方吗？那像今年新推出的一款的抱枕，哇，这抱枕摸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图片也非常的可爱哦。好，然后以及我们的运动毛巾是由四个主角的人物的 Q 版所组成的，非常非常的可爱。以及我们最后呢，就是卡拉校园手提包。嗯，我们的校园手提包是跟日本的学校的那种书包做类似款的，所以就算你出门背也完全 OK， 而且我们尽量。你说去学校背这个书包多神气呀！好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婷接受我们采访啊，谢谢。哇，你们看这么超值的福袋，只有在漫博才有哦。所以，嗯，什么？你说这个福袋要还给摊位哦？这不是送给我的欧米亚给吗？哎，我才不要嘞，哪有送人呢？还这样，我们把现场交还给 Kiki 哦。大家看到我身后斗大的招牌没有？各位眼尖的县民们应该就已经认得出来，这就是2014漫画博览会当中最大参展单位之一的角川摊位。如果呢你是有阅读动漫、小说、杂志等相关书目的习惯的话，那么你不可以错过的就是大店及文库的众家热门商品。那这一次角川摊位又会带给我们什么精彩可期、充满惊喜的作品呢？跟着我们一起看下去，你就知道喽。喜欢看书吗？随手一本漫画小说，走到哪就看到哪的习惯总是戒不掉吗？那么阅读成瘾、爱书成痴的你，一定要来台湾角川的摊位走一遭。近期火红的轻小说作品《我的脑内恋爱选项》《青鱼者》《看得见星星的店》等等，现场除了有一系列的展出之外，其他相关的主题周边也是应有尽有。而最令书迷们期待的众多首发书也在会场现身，可是乐坏了所有排队的粉丝呢。现在我们邀请到的是角川的宣传司南，嗨，司南，好，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主打的商品吗？这个呢是比较我们这展场比较特别推出的《约会大作战》以及《剑娘》的本身大抱枕，只有展场才买得到哦。哇，他的身高真的跟我差不多了耶，我都快要被他挡住了啊！那为什么你们这次会特别推荐这两个作品呢？哎，主要是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图，这个图的话其实是我们特别请日本动画公司绘制的特绘图。机会难得，所以才想说设计这样的商品来让大家收藏。是在漫博首发吗？对对对，而且只有会场才买得到，只有会场才买得到，这边才买得到哦。所以漫博结束之后买不到吗？买不到。天哪，大家赶快来抢！每天只限量150组，一包子哦。对对，你们很过分，也太少了。啊，也祝你们这次呢可以业绩长虹，卖得很棒。谢谢，谢谢，谢谢。进现场了吗？也想要跟我一起体验一打开就欲罢不能的阅读感受的话，那么可以从我们刚刚介绍的书目开始尝试。以上就是最前线记者 Kiki 2014漫博采访报道。高队长，你，我一定是给你看。今天取材有哪里看到？一个，我们在用。哪里看到？我们在用。後ろも気をつけて。不认识眼前这四位超卡哇伊的年轻美眉，那你可就落伍了。有松原由纪、小野早希、东城日沙子，还有摩天楼由香，四位美少女所组成的
声优团体，也是旗下最受瞩目的快红新生代 iMyMeMy， 在本届2014漫画博览会华丽现身了。替动画《为机物语》现身而快速窜红的四人，除了配音功力了得，每个人都还拥有一身好歌艺哟。首次访台的 iMyMeMy， 除了对台湾的亲切倍感贴心之外，在后台也悄悄跟我吐露了对台湾的真心话。
そっくりです。だからあまり緊張していません。哦，真的？那我觉得所有动漫迷要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了，大家真的太优秀了，是不是？对，让我们 MMA 迷看得好开心，好亲切哦。好，那现在换我们的欧诺桑。私は初めて台湾に来て、街を目にして最初に思ったことはバイクがすごい多いなって思いました。そう。だからなんか日本は自転車が結構多いんですけど、台湾ではバイクが主流なのかなと思ってすごいかっこいいなと思いました。あと小籠包を早く楽しみたいです。啊，以后一定要记得多来台湾吃小笼包哦。好，那我们最后换票九三。嗨嗨嗨，当初も台湾に来たのは初めてで、バイクも多いなって思ったんですけど、あと信号機が緑色なんだったなって思いました。本当に日本にも似てるんですけど、日本緑じゃなくて確か白だったと思うので、なんかそういうちっちゃなところでなんか看板だったり看板が全部漢字だ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を含めて。日本じゃなくてここ台湾だなんだなっていうのを実感しました。でご飯も美味しいし美味しかったし、日本人の口にも合う味美味しい味だったので、まだこの後も時間滞在時間があるので、美味しいものをみんなで仲良く食べて帰りたいなって今思ってます。